passiontimes.hk。 好，翻嚟，今日系呢个11月30日，每日扎新闻嘅时间。系啊，今日扎新闻讲一个，今日就啱啱啊先公布嘅，就呢个 PlayStation 嘅奖项嗰啲。PlayStation Reward 啊，唔系 Award 啊，2017啊，啊咁样就喺今日咧嘅呢个咧晏昼咧嘅傍晚时分咧就公布咗。咁就哇好多獎喎、啊！有咩？呢、這個係嗰啲玩家投票啊，呢、這個叫做攞嚟照到一次啦、啊。投票嗰啲啊，就第一隻 Battlefield 一 User Choice Award 啊，呢、這個係 User 投票投出嚟嘅10個 title 啊，喺2016年10月1日至到2017年9月30日期間發售嘅 title 啊。咁你頭先講啦 ，Battlefield 一啦，嗱，繼續讀啊，讀。跟住 FF 十五，爆七，爆七，人王，什麼 Nier， 跟住開。Horizon， 地平線即係呢個，跟住 Persona 五係啦，跟住下一隻係咩嘢 ？Isobar 跟住 DQ， DQ 十一，跟住呢個古代神嘅秘寶 Uncharted 係啦，肥子唔識人文啦，好明顯。好啦，繼續繼續，跟住然後咧就有呢個啦 ，Indie 同呢個 Developer 相啊，咁就咧呢個咧對咧 PlayStation 啊嘅呢個 title lineup 咧有擴大嘅貢獻嘅三個 title 啊，咁就有呢個不思議之幻想鄉 Reload， 咁跟住然後有呢個 Three on Three Three 三應該籃球 game 啦，咁樣跟住就係呢個我好想玩嘅呢個 Undertale 啦，咁就呢個好合理啊 ，Undertale 係好玩嘅咁樣。PlayStation VR 獎得一隻啫嘛，係啦，對於咧呢個咧VR format 啦有兩隻嘅銷售有貢獻嘅三個 title 啊，咁你能夠估到啦，當然係爆出啦。但過山車幾真㗎，我覺得係咯，過山車我玩過誒唔錯啊，即係有玩緊過山車感覺嘅，其實都係有少少嘅 feel 係似嘅，即係幾勁嘅，幾勁嘅。好啦，跟住然後就呢個 PlayStation Network Award 啊 ，Network 販賣上位三個 title 啊 ，PSO 二 ，PSO Two。OK， 冇睇只叫冇 game 噶咯喎，真系。唉，起家私嘅好紧要啦。抽撞。Rainbow Six Siege， 跟住 FIFA 十七咁样嘅，都理解。理解，理解。2017年9月30日期間啊嘛，理解。所以 FIFA 呢啲真係每年都會攞一次，攞緊啦，攞正，正好正攞。好啦，跟住然後咧就金獎累計咧呢個出貨數同埋配信數加埋咧超過500,000嘅作品，咁就咧金獎咁就有咧呢個 Uncharted Collection 啦。Rainbow Six Siege 啦 ，FIFA 十七啦 ，Battlefield 一啦 ，Call of Duty Infinite Warfare 啦，龙鱼六啦，爆七啦，人王啦 ，Nier 啦 ，Horizon 啦 ，FIFA 十八嘅，基本上全部都系十八嚟攞，后面仲有嘛？冇啦，系啦，系啦，咁就哇好多，哇50,000好多啊，唔系50,000好多啊，都劲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呢个白金奖咁就呢个100,000以上嘅 title 啦，咁就 GTA 五一只。但係2017年都仲有 GTA 五，仲玩緊，仲賣到100,000，即係喺嗰個年份裏面賣到100,000，係咪咁嘅意思啊？真係營運型嘅 game 真係不能小看啊！真係，跟住然後咧就未完啦，跟住然後有 FF 十五，哇 ！FF 十五賣過百發達咯，發達咯，正常實賣嘅。DQ 十一好正常啦 ，DQ 十一數都數到 ，DQ 十一淨係淨 ，DQ 十一淨係出我數都過百啦，咁樣係好合理 DQ 啫。跟然後咧就 Double Platinum 上，咁就即係話咧累計出貨數咧200,000超過嘅作品，得一隻咁你都估到啦 ，Minecraft 就係其實最勁就係咧咁唔止，因為佢淨係如果佢呢個話係計 PlayStation 四咧，咁你PS 啊 P 唔係啊其他平台 Vita 都係過百噶嘛，咁好勁啊！咁啊，我想講咧呢個獎咧其實嗰個頭先嗰個嗰個白金啊、雙白金啊、金啊嗰啲部分咧，好易跟，亦都好有可信性。OK， 因為有數字睇啊嘛，有數字睇跟得到嘅。如果咧你問我咧，我始終都係嗰個 User Choice Award 咧，就佢咪揀廢 game 啊？唔係啊，佢咪同新城合作啊？用錢投票啊？佢咪同新城合作啊？佢揀嗰啲 title， 即係唔係你明唔明？如果我係一個用家嘅話，其實我比較難投 F 十五落手咯。買咗玩完個感覺就係十五喎，
FF15 搭車游水嗰個喎 ，FF15 睇四個靚仔露營嗰度喎，一齊瞓覺。哇！佢哋嗰個露營嗰個帳幕啊，一開始已經好豪華噶啦，同埋釣魚喎、啊，喂。瞓觉 game 系咪先啊？即系我就觉得，即系你明唔明白？即系我能够理解，即系俾面派对，你明唔明白？有啲嘢都系噶啦，俾面还俾面，喂，嚟到即系嚟到俾下，唔好乱咁投啊，大佬！你都俾下面啦，有钱就投多几票。其实其他好多我都认同嘅，都合理嘅，系 F15 系难跟，人王都系嘅，其实难跟人王，我又唔觉得会有好多人投。人王都唔觉得，人王系咪好玩？好玩，但系你话系咪去到会投票投佢咧？如果有100隻 game 咧，呢個表裏面咧，你就會投嘅。十隻咧，十隻就難講啦。但係你咁諗喎，叫你填翻個位內都唔容易嘅，其實。其實係。係喎，都其實好少勁 game 嘅咯，今年冇乜㗎啦。成日都話缺 game 玩咁樣咧。佢又冇 PUBG 啦。佢啲 game 主要係九月打，佢應該去到9月30日咁，係10月開始先出大 game 㗎嘛，而家。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咪年頭如果上年都唔係真係好多嘢。上年都好少。唔係好多嘢揀，咁所以嚇。大家明啦，咁就呢、這個即係嚇呢個申請，唔係 Sony 嘅呢個 PlayStation Award 2017啦，呢個就係今日嘅每日摘新聞啦。